This love triangle. You're talking about me now? Well, either one of you. I know you guys are both into the Divas Castle. I'll tell you. 新裤缸女子摔跤免费登场，还不快搬凳子？想看女子摔跤吗？高雄新裤缸七日傍晚就有一场。现在穿白衣的女子已经被黑衣女完全压制，然后连击。通常这时候裁判会喊。没错，像这样就是 Yes Lock。但老实说，这场在打什么，实在没有人看得懂。有人喊。啊，这些人也真是的，不买爆米花，不搬凳子，连门票都省了。后来远景也来关张，啊，不是啦，是来处理。他们两人打我，一个人他拿我钱，我哪有打你？我送得到人没有？被压制在地上的白衣女子哦，是表示说哦，黑衣的流星女子哦，那在逛街的时候碰到她的包包哦，于是说两人就发生了争吵，那进而哦产生互。后来了解，白衣女子是嫁来台湾十多年的越南配偶，三年前离婚了。不知道这是不是她行为失控的原因。不管怎样，希望她好好过生活。苹果日报地方中心，高雄报道。